我叫陈国祥。踢花件有40多年了，这踢花件吧，先踢基本功啊，盘磕拐奔里接外浪，基本功啊练扎实了，你再学花件特快。每天坚持3个小时，每天啊踢上出身汗，舒服，特痛快。主要踢毽儿，以毽儿会友，大伙儿在一块儿踢着毽子，特别高兴。人老腿先老，这踢毽儿的对眼睛也好，全身运动。他们踢毽儿现在都成迷了。